欢迎回来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植物大战僵尸荒野战争二劫僵尸主线任务又回来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和这位船长说话，然后我比较被这个鲨鱼吸引了。哇，好，我们先和这个老死虚说话。好，我们解决了，也知道他的大秘密，就是这个船长喜欢喝橙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今天那个主线，就这个淘金潮。好，我先看描述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任务。好，继续。寻宝嘞，好吧，好啦，脑袋。好，今天的僵尸任务会怎样呢？先找目标。好，今天我们是看这个超级脑袋雷的哦。僵尸雷的哦，这样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是最高等级哦。哇，然后雷拳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刺我的拳头！哇，看到吗？哇，最高等级都敢来打，哇，没死过。好，我们先，哇，这个船长太帅了吧！英勇木桶海盗，好，密语有密语吗？脑袋，脑袋，啊，老死虚，脑袋，好，好吧，明白。脑袋，我们要找蛇眉那个达布龙。达布龙是什么东西啊？想找啊？有时间的嘞，是这个吗？不是耶，怎么样找啊？哇，这样来找啊？找到天龙都还没找完呢。哇，这样很难找哎。哇，好运找到一个耶。目标，有目标吗？我找来找去都是一样东西啊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是这个吗？哇，这样玩不下啦，想找啊。是那个吗？不是耶。好像是耶。哦，找到了。然后呢？哦，是那个吗？好像不是耶。方向错误。其实过得到的嘛。哇，怎么这次主线要找东西啊？哇，这个船长真的是搞不清他嘞。我看到了。爆了。没有吗？是这个吗？有喂。找到了。
那最高只到这个数，那我根本是赢不到嘛。哇，找到天亮都找不完呢，好像是在那边呢。哇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惨了，没时间了。一定要打赢那个，叫什么老死虚船长。哦，我找到了五个了。哦，应该是这个有吧？哇，六个了。哦，应该这个也是吧？哇，七个了。哇，老师好运呢。哇，八个了。八个啦。哇老。喂，不要这样，欠两个吧。我九个，还有吗？我找到了，大家找到了。喂，飞不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很兴奋。哇呼，我来了，第三个。啊，不是啊，哇，哇是那个，是那个，龟派气功，有吗？哎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！哇，第十个在哪里？哇，二十八秒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在那边，飞脚！哇哇，一定要中哎、欸，一定要中哎、欸，有吗？没有！哇，第十个在哪里？哇，在那边吗？哇，紧张到喊20个！Oh my god！ 我拿到了。啊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我是老师嘞。啊，我赢了，留着那些达布龙。达布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吧。哇，我没有玩过哎，第一次就过了。然后在干嘛？好，任务完成。哇。这个的任务真的经典啊！好，我们一样。哦，到了。哦，就这么简单哦？其实不简单啊，找些东西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任务就是找宝藏的哦。好，那今天就在此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